老婆讲。这个是猫眼螺，给你们看一下区别。猫眼螺外形长得像个眼睛，猫的眼睛，它这个肉特别有嚼劲。鲍鱼螺的肉像鲍鱼的口感，哎呀妈呀，整不出来。我吃的这个是大的，大的有黄，小的没黄。我还是喜欢吃鲍鱼螺，这是老婆饺。拜拜。